是有大拇指揪在一起的感觉。天哪！台北嘛，年终期末考了，我终于半马考验终于来了。前阵子我已经不见很久了，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直不见？因为我受伤很久，休息很久。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你脚磨破啊，有点小伤口，一定要消毒。我之前就是没消毒，直接涂了液体创办膏，就直接伤口感染，然后脚肿起来。我一直误以为自己是流感，然后腰酸背痛，发烧一整天，然后去看医生就吃中药。结果一直都没好，半夜痛到直接去挂急诊，才发现是蜂窝性组织炎，真的超严重，脚直接肿起来，没有办法走路，休息很久，然后直接打乱训练节奏，然后甚至没有任何训练的经过。这次真的是只能用多恶补之前影片跟训练的记忆来应战，应该希望可以平安完赛就好，我会尽全力跑完，尽量不停脚的。那你的那个伤好了吗？目前是还有一点纤维肿胀，然后跑起来有点酸酸痛痛的。吃药了吧？吃药了吧？一直都有在吃那个抗生素，所以今天一定会尽全力完赛。好，那目标除了不停脚之外，这是我们的高标，第一标就是不要被关门，可以吗？可以啊，不关门应该是没问题。好，那加油了 ，Go Go！开始了，开始马拉松，先跟230的气球好了。还剩几岁？刚开始。加油！我决定好好跟气球就好了。圆环了。目前刚过仁爱路和复兴南路，第二公里的配速6:17，6:13，好像有点稍微快了一点。现在在仁爱路和新生南路口，第三公里配速6:22，6:22，没有掉，没有掉。身体状况感觉怎么样？胸口闷闷的，可是还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水。不用讲，你看前面路面都还有水。后面还有。好。公里结束，6:17，公里
四分之一，比刚刚好一点，热起来的感觉。你已经习惯像现在这样子的体感跟心率。没错，没错。还好今天真的是够冷。蛮舒服的，而且好险没有下。对，要进中山南路了。啊！水站，海绵站。有水吗？后面有。喝水，喝水。后面有，后面有。喝水，喝水。八公里，六分二十二。还有 hold 住哦，还 hold 得住，可以的。现在这段有点小逆风，还 hold 得住。可是好冷。哇哇，天哪，好冷。哎，蔡哥，大家好。被蔡哥追上。不行不行，跟着蔡哥，他很挑衅的，这样拍我一下。蔡哥好快啊！敢不敢跟一下吧？向道闪电，敢不敢跟一下？不想，我要 hold 住，最后再追过他。教练，好好好，红路了。好，教练教练。好，好，这骑好吗？身体状况如何？状况还不错，我觉得后面还可以加点车。可以加点水，后面哥。蔡哥好像才刚过不到。他刚刚这样一直闪电跑法。那我去追他一下。时间不见。追他一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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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已经连续被两个人刷卡。开玩笑，这两个练家子。你可以慢慢跑去中间。先调整一下节奏，呼吸。手臂如果酸的，可以稍微放下来摆动一下。我们大概就要准备上桥了。72公里，6分50。状况还好吗？还可以。准备进水站。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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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公里，好，7分05。旁边的跑友说。5.5公里，25分钟就跑完啦。对啊，轻轻松松，差不多。加上总时间，1小时43。差不多，2小时刚。我们刚的策略还记得吗？最后冲啊！最后冲啊！你有预计最后1公里冲还是剩下2公里的时候冲吗？100公尺的时候吧。会不会太少？开始有大拇指揪在一起的感觉，要抽了，大拇指要抽了，要抽筋的感觉。天哪！啊！脚趾打结，脚趾打结，跑右边走。来，要稍微调整一下，快要上桥了。17公里，7分12。现在总时间1小时53分45秒，还有最后4公里哦。
大拇指，大拇指抽筋了。跳跳跳！第二十公里，7:33，快到了，快到了。加速加速哦，持续前进。哎，梁泽瑞在哪里？他已经在那边了啦，前面啦。你看得到？看得到啊。为什么？他真的在那边啦，赶快啦，要去跟他结尾啦，还不赶快冲？他没那么快啊，刚好遇到。有看到吗？有看到吗？看不到。袖套，头上有白白的。哎，真的是耶。掉了啊！大拇指真的是狂抽哎、欸！你太硬了，你这有点这样抓了在跑。对对啊，就不要用力啊！最后就一直这样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自然的放松跑就好了。Yes， 真的顺利完赛，没想到。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就是差不多跑到15-16公里的时候，稍微变慢了一点，可是就会觉得不跑完真的很可惜，所以后面就开始加紧脚步。我觉得可以明年再想办法试试看，可不可以进步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双脚要好好保养了，然后伤口一定要注意消毒，那太可怕了，这影响太多了。所以你真正的完赛成绩多少？2小时28分，我觉得。有超乎自己的预期啊！我以为差不多3小时前后，我以为当下快抽快抽，你是怎么克服？快抽快抽的时候，就有进那个旁边有人在喷那个肌肉啊，然后我觉得那个中间有一段是大拇指跟脚掌已经开始已经扭在一起了，就用力一直踏步把它踩平，就硬踩硬踩踩回来的。我是天府风力所，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